在流媒体大量普及之前，CD 和黑胶是唱片发行的两种主要形式，当然还有其他的，MD 磁带，这些都已经被淘汰了。那么最近几年呢，黑胶有兴起的一个趋势，这主要是因为大家的消费水平提高了，已经开始在追求，外观、仪式感这些东西。但是对于普通大众消费者来说，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黑胶的音质到底有多好。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呢，简单的讲一讲黑胶的音质部分。但是关于黑胶，真的细节太多了，不只是三大件：唱盘、唱臂、唱头。关键是黑胶是需要你去调教的，就每个细节都需要去调教，包括唱片的选购、唱片的保养、清洁这些东西都是很有讲究的。所以几个小时都讲不完，而且我在这个方面也不是很专业，所以我就不可能去讲那么多细节。我只会去解答一些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些问题、疑问吧。那么，第一个问题是黑胶的音质真的好吗？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仅仅从黑胶唱片来说，可以说它的音质上限是非常高的，因为在黑胶唱片上去记录声音是一种真正的模拟的记录方式。如果我们用显微镜放大去看它每一条沟槽里面，你都能看到左右声道的真正的波形，这个是所有的数字录音，比如说你多少比特、多少采样率都比不了的，因为黑胶是真正的以连续的方式去记录波形，是声音的记录的最直接的方式。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说黑胶的音质不行，玩黑胶只是一种情怀？这种说法呢，其实也是合理的，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，99%的消费者去购买的黑胶唱机，都是几千块钱的一体式的玩具黑胶唱机，包括集成了唱放，甚至集成了扬声器，这样的黑胶唱机，它根本就不可能播放出黑胶唱片的10%的实力，因为你真正要把一个黑胶唱片它的声音播放出来，你需要一套完整的系统，而且需要精密的调教。所以，普通人觉得黑胶音质不好，并不是黑胶唱片的问题，而是他们的整套回放体系根本就不可能听出好。那么，第三个问题也有人经常会问，就是黑胶唱片它只有一个唱头，它怎么能够放得出立体声？这个你就想一想，我们记录的波形它是一个一元函数，对吧？那么，我们的唱针呢？如果我们让它在沟槽里面，以一个平面运动，那么它就有两个维度的信息。人们提出的这个立体声的结构是 V 型槽。收几张电台版啊？系白板黑胶唱片系，张学友一张啊，便安啊，黄家驹主唱系，邝美云啊，叶倩文啊，系啱啱数啊，其他嗰啲你攞埋出嚟俾我睇下。好。左边右边各有一个45度的斜坡，在这个斜坡上去记录左声道和右声道的信息。然后你的唱针立体声唱针在里面运动，其实是以一个平面去运动，所以包含两个维度的信息，而且左边的波形和右边的波形所代表的运动是两个垂直方向的，因为两个45度加在一起正好是90度，所以根据高中学过的电磁感应、法拉第效应，这两个垂直的运动，它们所感应的电流是不会相互干扰的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如果我右声道是一个平面，只有左声道有沟槽，那么沿着左声道的运动都是和右声道的运动相垂直的。因为是垂直，所以左声道的所有的信息都不会影响到右声道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只有左边有沟槽，那么最后我放出来只有左边的喇叭有声音，右边的喇叭是没有声音的。而且立体声的这种唱头的也是可以兼容单声道的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左边和右边记录的是完全一样的波形，那么它的横向运动就会被抵消，唱头呢只会以一种垂直上下的运动方式，这个就和单声道模式是完全一样的，这就解答了大家心中的疑问。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现在的数字录音的黑胶有购买价值吗？我认为是没有的。因为数字录音的黑胶，你本质上你听到的依然是数字录音，我只不过是把数字录音刻在了黑胶上，然后再让黑胶系统把它放出来。
那这样的话，你整套黑胶系统，包括黑胶唱片，你整套事情做下来，无非就是把黑胶系统当成了解码器，你最后听的还是数字录音。黑胶唱片有没有收藏价值？我觉得是有的，但是不是指这种数字转录的黑胶，而是指真正的全模拟黑胶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比如说六七十年代，那很多人所发行的黑胶唱片，它只有黑胶的版本，那个时候没有 CD 啊。比如说我们想要听布鲁诺·瓦尔特的指挥的马勒，那你不可能有 CD。所以你能找到只有当时的黑胶，只有黑胶是发行出来的。所以这样的唱片对于古典音乐爱好者来说才是有收藏价值的。